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精油，从头到脚啊，没有一处不用精油来保养。尤其是夏天呢，太容易流汗了。所以呢，我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是法国玛丽家族原装原瓶有机认证哦 ，Bio 有机认证。它是一个滚珠哈、哦，让它滚在哪里？滚在我们女生最尴尬的地方。你搭公车，手会举起来，去捷运。手有时候会举起来，这个时候可以做什么呢？你可以往你的腋下擦，因为它是有机认证，它里面呢有五种精油哈，柏树、茶树、鼠尾草、桉树跟马玉兰，所以它擦完之后，给大家擦一下给大家看，它擦完之后十秒钟，我还有一种凉凉微凉感哦，因为它的基底是花水哦，花水，所以呢，当你擦的时候。不管你有没有除毛哦，都可以擦，因为它完全不会被毛给干扰，它分子非常的细。那这一瓶呢，法国玛丽家族原装原瓶，你只要用完之后，你看这个还可以换，这边还可以换补充品。那当然你把它丢弃也没有关系。这一瓶呢，我夏天是非常推荐，你只要是个有机控，你就可以选择这一瓶哦，专门除你的嘎吱窝的异味，然后呢，让你整天香香的，也不会流很多的汗，因为它非常的干爽。